还问下这台酒，结果是为商朝来的。就是讲，迄个酒王讲的话，甲咱台语是差不多的。贵族阶层。就咱即卖讲的是迄个雅言，咱尊重的。三千年前，三千年前讲的话，你就是讲向孙孔子去拜访，嘿啊，伊周游列国，其他讲拢讲会通，对无？啊，你苏秦，苏秦你挂六国的迄条相印，其他六国拢会，啊嘛是爱讲会通啊。所以讲以前的话，毋是讲。方言是有，方言是有，但是冇加的。加的，来，不要啊！还有人买号码？哇，你把那个玉蜀黍的树都搬来了。对啊，阿哥这个摘，我们要吃这个啊。不是要摘回去种吗？哦，是梗的啊。中饭就是一人一根。这还可以种吗？整颗，要背一根。我是说整颗竹很好。真的吗？其他什么？整颗竹。那个，这个放外面。来。大家来帮忙一下，几鬼长啊？这个白叶子，白叶子，这个花瓤子，这个等下叶子给它拔掉，它拔掉。叶子是怎样？要这个龙虾啊？好奇怪，叶子拔掉，叶子是不要，叶子不要，然后要什么？要梗，要那个中间的那个嫩的梗，要嫩的梗。这个，你们先把那个拔掉，拔掉，叶子不要就对。对，叶子已经出老了，就随便丢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会夹哈，我会夹。来，还有中间的梗，叶心那个梗心呢？叶子是不要噻，要叶子不要。啊，碎梨有，啊碎梨，啊玉米耶，拔呀。玉米拔掉。杨梅，你就可以吃了。玉米这个。宽杯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阿飞，然后呢？然后再飞。这个旁边的，其实这个都很好，这个搞不好都可以煮。哦，洗一洗就可以煮。不用洗，因为没农药。哦。没有嘞，好吃啊。哦，已经有杨梅了。杨梅是原来就采好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早上那个放这边，直接对叶子也要，哎，须都进去，都拿一个叶子不用了，须了，须还有梗啊，是吧？对，来会长，好，杨梅好，拿两颗，好，对，那特写一下。那特写一下，这个把它剪一剪。好，好，够了。收东西，装东西。还丢刚刚。我们这个当汤底。你夹起。哈哈不要搞，能量。来，黄兄。啊。嗯，黄兄，梗给我。哈哈哈哈。饱满，细一支啊，细一支啊，看哦，哈咧，颗颗，哎呀，颗亮亮啊，真假？还有吗？有。给大哥，大哥吃了没有？《黄帝内经》说，夏天要吃红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这个红色，弄个。